在下网，等一下很多的有赶到啊，他们在下网，好啦。饭是在里面的那一柜啊。哎，没有来。也没关给进门。揭开谜底了。刚刚最漂亮，刚刚最那个漂亮。没有，不要这么长镜头，都不要用长镜头画出来。这位室友，他沙发比较黑暗吗？来啊！这是泰国客。哎呦，啊，泰国客，他们沙发比较黑吗？今天哦。哪里哦？假面也算嘞。好好，假面。所以他们是从嘉义来的哈，对啊，他们就是一个捕鱼队，专门抓鱼的，哎，现在都很专业的嘛，摘西瓜啦，什么都有，嗯，习惯了，他们操作都有。吃的负责吃，抓的负责抓，安尼哈。啊，真的？啊，啊。
因为这个方式就是要跟你们一起来收藏。哦，那你建议是很好嘞。哎，对啊。再加一些就是很好的对，因为我们这个方式都会有一些场面。啊！你看嘛，行，你看嘛，行，分个淡皮，行，淡皮啊，淡皮啊，哈。好。来，我加一下。哦，个边呢？边呐。嗯。好来。弄掉了。弄掉了。弄掉了。这也是安乐了哈。哎，对。这也算是安乐。要不要录了？慢慢再。好，取舍。你用拍的，用录的。我用拍。叫的，加生名不叫的地。好，安尼啊。好，这客很紧啊，大细只。很紧啊，很包啊，很包很包很动啊。哦，很紧动，很一贯啊，哈，哦，这样一贯作业啊啦。他很包装。小姐摸你了嘛，哈。